我真的好喜欢看王一宝对别人翻白眼啊！著名的肖战学长事件简直见识了白眼的功力。他先是看了哥哥一眼，发现哥哥在笑，然后转过去就是一记白眼。不准笑，谁让你对别人笑的？第二次的白眼送给了魏大勋。本来座位没有分到哥哥的旁边，孩子就已经够闹心了，还看见哥哥和魏大勋说说笑笑，更闹心了。动腿吸引他哥的注意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样动腿会发出声音吗？第三记白眼当然是送给大家啦。不提示的十二星座出场场长，应该看不出来，但是会内心。